Hello， 我是毛子俊，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录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真人秀。那其实我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性格，出去旅游什么，我其实不会做太多的攻略，我也不会列一张什么要带的必购的一个必带的一些表格东西了什么。我觉得反正其他人都去了，他们应该东西挺齐备的，然后我就随便想到的一些东西就全都带上了。在海上有一个海军系列的深绿色的几套衣服，那个海上可能温度特别高，所以背了好多衬衫，衬衫比较凉快嘛，你穿短袖好。带了条泳裤，也许还能到海里去游一个泳。这个枕头，因为我其实还比较认床，所以这个枕头我必须带，到哪都用自己的枕头。冰箱我是必须带着的，那就准备一袋维生素。防蚊液。虽然海上风很大，但是也得捯饬一下发型，发型中的暖。这一袋是漱口水，有的时候吃完饭懒得刷牙，我们应该能吃到很多海鲜吧，就直接漱口就行。两件防晒衣，然后一条沙滩裤。上一次在去海边的时候，在泰国的海边买的一个三副墨镜，当时看造型，搭配。浴巾必须带了浴巾，我还带了两本书，我基本上剧组都会带，自己带台灯，有一套茶具，就很小型的便携式的茶具。夏天喝绿茶，我带了我家乡旁边杭州的一个龙井，然后就是一个台湾的乌龙茶。游泳技术挺好的，因为我其实是出生在浙江绍兴，然后那是一个江南水乡，从小就是在河里面游泳，能够在蓝色的海里畅游，我还挺期待的。